出发了，时间紧迫啊，快点回来，快点找齐回来。 坐在上面来，坐在下，不要坐在地方。我都走丢了。没丢，再学校里怎么会丢呢？老师不都在这吗？我找不到他们了，他们就找到了，因为我走的东西，又不告诉我在什么地方。刚告诉我这个在什么地方吧？这是我的秘密。我放房子上、孩子找不到。找不到啊，没事，不急不急，没事。不要着急啊，休息一下。我已经是输掉了，本来。什么输？ 谁说你输了？他们都没找全呢。有些人找到了很多样，没有。我才找到两样。那所以你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那你这样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你不累了之后你就起来，你再继续找，好不好？体育馆还有一个地方，我都忘记了。忘记了。
医务室是一个。对，医务室一个。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那个什么升旗杆你去过了哈？升旗杆没去过。那你去升旗杆再看看，抱着去吧。这里。升旗杆我没看到旗呀、啊。放手，升旗杆。哎，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倔强小王子。倔，你看他那个执着，那个找东西那一块，我就不停的遇到他。其实我也是，就是有意识去找他，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可爱。嘿，找到了吧，升旗杆。我要回教室，那个升旗的地方。教室和。医务室都没有。别急，不急。队长，等一等，我副队长啊，这是。嘿，帽子回，站！看你还大傻货。你们还有最后一个体育馆在这里，在前面、哦、前面那里。这边，我帽子。全找到了，快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你们这一队还有一个同学呢，还有一个小朋友呢，赶紧去找回来。是船长。对，马浩轩，赶紧去把马浩轩找回来，帮助马浩轩。他还有两样东西没有拿回来。我还有一样。对，那你们去把最后剩下的快拿回来。好的。你们的已经完成了，对不对？马浩轩是几号？马浩轩是。4号，下午我帮他去拿东西，然后送给他。好的，那你们要把马浩轩找到啊。好的。我觉得是之前去的人拿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看见他们都是一样啊。都一样，那就谁先去，他们可能先拿走了吧。所以咱们现在该去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医务室啊，看看医务室。你看，这是写的哈，医务室。终于找到了，队长，我靠！我可不想输给他，最后一天你付，找一天都会找不到。
这四号的是你的吗？但我们找了好久了，找不到。找不到是吗？那你们先坐下。今天不找到宝藏就不可以休息，这是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我们的任务的任务必须要完成。啊，要排队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倔强小王子很辛苦，但又不甘心，认真和执着在他可爱的小胖脸上闪闪发亮。我去自愿从这就去折口罩。左是往哪边？不是。这边。哎，我不知道还。体育馆就最后一个宝藏，最后一个宝藏呢，在这里一个，找到了，23号，哈，18号，没有，上面我的号是4号。